SARS 让大家人心惶惶，而为了要防止 SARS 增加抵抗力是最好的方法，台北市上千名的幼稚园学童今天就进行了健康操比赛，小朋友们展现自己的活力，宣誓赶走病毒。要展现强健体魄，打一套中国功夫就能让这些小小朋友活力十足。来自全台北市幼稚园的学童今天齐聚一堂进行健身操比赛，各个认真的表情、丰富的肢体动作和在前头带动的老师展现了十足的默契。不过年纪小也有人闹情绪，不管比赛是不是还在进行就自行脱队。但是运动的好处孩子们都知道，尽管今天北台湾的气温下降，穿着短裤短袖上场的大有人在，他们说多运动就不怕生病。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奇招，我们很厉害，可以打败细菌，太好，细菌就会跑掉。赶走 SARS， 远离长病毒，常常动一动。这群孩子也邀您一同加入他们的行列。多多运动，常常微笑。台视新闻栏目组林欣台北报道。